不好，应该是要亏经验的吧？把他兵线给他卡一下子，希望他能亏经验。 亏一个也行，亏一个他第一波线就不能升两级了。我操，你真 A 呀！我以为你假A呢，你才能真抢呢。等我 Q 好了再闪现 A 他。我前面 Q 了他一下，我需要等我的 Q 剩下2秒左右，我就闪现 A 他。 火男的 ID， 你猜猜他多少岁？猜猜火男的 ID 他多少岁？长沙第一剑圣，这 ID 起码有30来岁，超级无敌暴龙战神，这得有35岁。那你无敌霸龙战神，无敌霸龙战神34岁。 找我报仇，懂不懂我的走位啊？哈哈。找 A 类，先拉开，不要站，等 Q， 等 Q 就好了。 花开富贵多少岁？花开富贵40岁打底，没有上限，知道吧？最少40岁，没有上限。他有可能是40岁，有可能是90岁。 落地就嘎了他！What the fuck！ 偷袭狗！我去！哦，闪现了，可惜。找到了我的憎恨。 他就对了嘛。嗯。当心炸药桶。 就像在伤口上撒盐一样刺人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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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吓我一跳，这什么鬼伤害？这么痛！更多火药。完了。哎！能不能没刷呢？先推一波中线吧。我看到妖姬的时候我就知道活不了，直接换一个。我的，应该远程炸的就不应该去看被动，我以为就这两个人，那背后有个妖姬，我就感觉我活不了了。这龙为啥不要呢？死亡轰炸！小龙，小龙不要！为了个蓝 buff， 然后就能减血，你说他妈这不是猪逼是什么？太蠢了！我们本来就两条龙，我们出门比对面出门快，然后小龙不要，为了一个红 buff 打得头破血流。人才。谁骂呀？感觉不该吃人。我操，这个干处就打了1000力血。哎，你干嘛呢？走呀！干嘛呢？这个他妈龙都要抓了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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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走！别回头啊！你别滑上去啊！你滑上去我打不了的，距离又不够。拿龙，拿龙，拿龙！他不滑上去往我这边靠，卡莎如果追他的话，我就能杀卡莎。他如果往前面追，卡莎往后面跑，我的距离是不够杀卡莎。距离是一点都不够，我大招早给他们就不追了，我就是让队友往后面靠，我可以卡草卡视野搞偷袭。我的，顺序按错了，先按滑铲再按 Q 的，我操，滑铲能破盾的。可以，
他们也拿不了大的。你不是喜欢亮图标吗？干嘛要交闪呢？一个抽他就闪。你勾他们，大龙吧。我们下一条龙魂，没必要搞大龙啊！你别搞我们，拖我们时间。我闪现还是留来保命一下吧，稳一点好。我想闪现划这个卡上，但他有坤子，有大招，有坤子，就这些都还好，就怕 A 不出来就难受了。Q 你就惨了，好吧。打不上蛋了，蛋了，我想用三连很宽他。这人还是聪明的。连人带分身都给你炸了。